原来有人了百姓啊！感谢师傅，我有今仔这个功夫，依然是你教好我呀！不用客气啦，以后师傅就托您啦。感谢师傅，教功夫好。方才你看，今仔这个乾坤掌法有几成咯？一个人了百姓，百姓是啊，今仔师傅在咧讲。我来当个牛角城，就要放下三里去哦。讲唔叫，今阵嘛你搁较拍拼的，连牛角城，输就放你下三里去啊。输你最放心，我一直拢真拍拼。我知影，看会出来。六分钟，真侪真侪。你是阮小弟啊！哎呀，你个人说话这么歹听，都无好话呢。你是谁？